Hello, ACG 杂潮吹时间，今日提早咗，要因为有班靓女上咗嚟。OK， 好啦，咁事不宜迟啊，直接开始啦。好，咁介绍一下先啦，你哋个团队名叫咩名啊？咁各位观众好，我哋系 Cosmos， 系啦，我哋有个 C 嘅手势，我哋嘅标志。哦，好温柔嘅团队，真系好温柔、好温柔嘅团队。或者你哋逐个自我介绍一下，俾我哋啲观众认识一下大家，好唔好？我系 Cosmos， 系出链层嘅冰块。OK。我系 Cosmos 出罗嗦咪嘅小玲。我系出花样嘅 Kana。我系 Cosmos 入面出 Ellie 嘅小静。我系出 Nico 嘅小富。原来大家都系比较注重喺 Love Life 嗰边嘅嗬。都應該係，係啦。咁以我所知，應該仲有幾位團員未得閒過到嚟嘅今日。哦，咁唔緊要，所以今日就同你哋做接播先。咁冇乜所謂啊。不過大家真係好斯文，好斯文啊。係啦。OK。好，我啊轉一轉麥先啦，支麥有少少問題。OK， 台長把聲好唔好聽？得。好，咁繼續啦。咁以我所知，你哋之前其實都有啲 show 出過咁樣啦，好似斯達啊、ROG 啊嗰啲出過 show 咁樣。或者去張相俾大家睇啊，台長。好啦，呢、這個就係啱啱過咗嘅斯達42。咁大家都喺台上面。呢只係咩模嚟啊？呢套衫同埋我哋主要嗰次表演個舞就叫 Wonderful Rush。系咁主要系啲好活泼同埋动作幅度比较大嘅舞嚟嘅，同埋整齐度都其实好难，我哋九个都要齐咯，所以都练咗好耐。喂，咁因为人多嘅关系，其实你要练一只舞都要比较去嘥时间去夹咁样嘅。咁我话大约练咗，唔好话几多个钟啊，几多日都呢只舞。其实大概都两三个月啦。两三个月，一只舞要练两三个月。唔系，系三只舞。三只舞添。我哋上台表演系跳三只，所以。哦。系，唔紧要，攞麦讲啊，可以攞麦讲。雖然我哋套服呢套係 Wonderful Rush 啦，但其實套入邊咧，我哋做嗰個動作就係、是一首 Moment Ring 嘅歌嚟嘅咁樣咯，係。OK， 咁一次我跳咗三首歌，咁其實對你哋嚟講會唔會話好攰咁樣啊？其實初頭或者新加入嘅成員就一定會覺得攰嘅，但其實你表演多兩三次之後就會習慣咗，同埋我哋係練習嘅時候都會不停重複跳、重複跳、重複跳、重複跳，咁可能講緊三四個字，不停喺度重複跳四至五次咁樣，所以會喺上台之前等啲成員習慣咗個攰嘅感覺先習慣攰。OK， 咁其實你哋平時有冇做一啲咩體能活動嘅咩？譬如操一練一練氣啊嗰啲咁樣啊？呢個好老實咁樣講，其實我哋冇做過任何關於呢一類嘅訓練咯。最多都係即係用我哋本身練習當係練體能咁樣，順便練埋嘅。哦，即係一度練習就一度跳，跳順咗條氣為止咁樣再跳。因為但是有些成員就很乖，會在自己家做少少體能訓練，不是跑步咩？有人有咩？有啊有啊，係咯，我記得你話係啦，我哋好多團員都有。我記得你好似講過，你有時唔知早起身會落去跑步嘅。嗰個邊個？最近嘅事嚟嘅。哦，曳啦！我發現到啦。哦，原來係最近先至去練跑步，因為係因為其實咧，嗰啲體能呢樣嘢咧就。我哋唔會團一齊去做咯，但係基本上嚟講嘅話，係每個人私底下點都會做啲關於體能訓練，同埋喺我哋舞團入邊都有幾個本身有舞蹈底子咁樣。哦，即係本身有幾個跳舞，有冇話呢度幾位有邊個係跳開舞咁樣啊？你唔夠膽舉手定係想點咧？舉唔舉好咧？O K， 要帮手举嘅，哦咁其实都系跳开舞嘅，
有冇假期訓練營？假期訓練營，你哋會唔會搞啲類似合宿嗰啲嘢？我哋想將會搞，將會搞。其實好開心嘅，因為我以前自己私底下都參加過呢啲假期訓練營啦。係係。三日兩夜嘅，我記得嗰陣時，然之後食飯、練舞、瞓覺、食飯、練舞、瞓覺。但系好开心噶、哦，即系最主要，当然你要中意跳舞呢样嘢，咁你先会觉得开心啦、啊。咁当然啦，即系人哋食玩瞓，食玩瞓，食玩瞓，你就食跳瞓，食跳瞓，食跳瞓咁。好，真系好开心，我都想咁开心点算咧？我自己都好耐冇入过 camp 嗰啲嘢啦。哦，咁你哋未来谂住都会搞翻呢啲咁嘅 camp 啊，自己大家磨合下、熟络下咁样嘅。想啊！真系想。其实一定会搞的，系啦，只要大家愿意的话，都一定会。其实，因为其实以我所知，喺呢次 CW 表演之前，都已经有揾过一啲资料啊，同埋有 plan 过下，但系始终嗰排时间就未夹到，所以就一直都未去实行。但系其实谂啊、plan 啊、揾资料呢啲都我哋都有做过咁样咯。哇，真系好，做足晒所有准备功夫。會唔會行山啊？秋天嚟噶咯喎。同埋始終要九個人都夾到時間，有啲困難嘅。嗯，係啦。咁大家翻學唔同時間，即係考試嗰啲啊，翻工啦。其實都有一個係翻工嘅。其實我一個翻工。會記。咁其實學生都唔會話輕鬆得去邊嘅，講真。而我手机头先系一个啱啱先放学啫，好多个都啱啱先放学嘅咩？系啊，咁啊，依家学生嘅放学时间系几多啊？我脱离咗学校都十几年啦，四五点左右啦。四五点啊？我都系四五点。我哋学校有两个放学时间噶咯，是一个系高方就系早少少三点半，低方就系、是。高方仲早嘅，因为我都唔知啊。佢低方系会留你喺学校做其他嘢嘅咯，即系系咯，又因为高方嗰啲升到 form four 又要拣科，嗰啲已经拣定咗科，咁基本上每个人放学时间都好唔同。我学校系咁咯，系每个班。可能你中史放三點，跟住電腦堂要等中史完咗先至放六點咁樣。死啦！依家啲咩啊？三三四學制啊，好似已經同我脱離咗好多年啦。我嗰陣時已經唔係咁嘅學制噶嘛。OK， 同大學一樣五點，唔一定一樣嘅。有時候間都係睇緊間學校唔同啦。咁講真，有啲可能仲有啲課外活動咁樣啦，所以又放得更加遲，不得了啊！真係。咁其實你平均嘅年齡係幾多啊？成團舞團啊，有冇諗過咧？嗱，平均年齡啫嚇，我冇話逐個年齡咁講。我哋大家都後生。係。其實呢個十五十六歲嘅啫。十五十六。其實係因為咧，我哋。一系就好大个，一系就好细个，所以扯翻埋就好中间咯。唔好讲咁多，所以我咪唔讲咁多。其实细个嘅人系占比较多。其实我哋大家都好后生。系啊，其实我哋个个都好后生。知道，个个都好斯文，呢样真系不得了。大家可以估下我哋几多岁嘅？斋睇个样。斋睇嘅，咁其实翻工。你頭先話得你一個啦嚇，咁會唔會話可能帶住班學生會比較吃力咁樣？會唔會咁？會唔會有啲咁嘅感覺咧？媽媽，媽媽，你嗌媽媽。吃力，其實就最主要係諗嘅嘢就成熟過佢哋嘅。嗯嗯嗯。咁有時好多學，即係點講咧？我自己腦海裡面想了很多、啊、如果這個 plan 不得之後怎麼辦，或者是已經想定了接下來的表演、怎樣報、接下來的表演用什麼舞台形式去呈現給大家看、啊嗯、怎樣有創新一點、啊、怎樣即不要那麼、難聽一點說句古板、啊、即因為其實講真一句香港 Love Life 舞團都挺多下的，
咁五團以上十團以下咁樣啦，咁點樣去突出俾觀眾有個更深刻嘅印象咧？呢啲要諗咯。嗯，即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呢方面就 idea 俾佢哋多。嗯，係啦。咁始終人點講好咧？經驗比較多，經驗多啲嚇。我唔夠膽話。咩啫吓？经验比较多，咁谂啲嘢会自然多。我去一去个大头俾大家睇啦，系啦。好，好啦，终于见到晒大家嘅全相啦。定系唔想见样？我谂应该系我唔想见样啊，对唔住啊。OK， 咁啊系咯，经验多啲，咁其实对成团人都叫做丰富啲啦，啲嘢可以。我唔知你觉得。有冇幫到你哋啦？其實係啦，你一直都幫到我哋好多，好姐姐。因為突然間好似變咗真心話。講起小靜話，之前本身我哋嚟緊中大有表演啦，咁嗰陣時都 plan 啲類似程序咁樣嘅嘢嘅時候，都係好多時候都係靜姐俾咗好多意見，我哋去我哋先會諗到應該要點樣繼續落去咯。嗯嗯嗯。冇盡我所能啫，辛苦曬，辛苦曬。咁各個有唔同嘅崗位啦，咁有啲排舞啊、plan 時間啊，好多好多嘢啦。咦，另外一位都到埋啦，係臨時。我哋係我哋另外一位團員。係啊，另外一位團員都嚟咗啦。OK。唔緊要噶。好啦，咁我讓一讓個位啦。又有另一位文妹子出現啦。O K。千梦，你坐嗰边。快啲透过我呢度。小心啊！系。好啦，另外一位到咗嘅成员，介绍一下自己啊。系啦。话俾大家知叫咩名咧？我系千梦，O K。出 Kotori。哦，你好你好，可能啱啱嚟，突然间发生唔知发生啲咩事咁样。OK， 咁其实今日邀请你哋上嚟就介绍一下你哋个舞团嗰啲嘢咁样啦，咁同埋帮你哋自己宣传一下啦。OK， 好啦，可能大家真系尚算后生，所以就比较斯文，定系其实只不过喺镜头面前斯文啫。其实。主持人，你斯文的定義是什麼先？怎樣才為之不斯文先？超夢夢？超夢夢？咦？不捉得的，不捉得的，沒有啊。咦？怎樣為之斯文？怎樣為之不斯文？你想我們怎樣不斯文法啊？怎樣不斯文法？我們可以很不斯文。我沒所謂啊，隨便你們。最重要是大家開心，是不是？吓得亲人嘅咩？惊吓亲人啊！真嘅，会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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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惊到个走晒。你哋上台嗰阵时会唔会做啲吓亲人嘅嘢先？表演嗰阵，我做过。咦？有嘢爆喎？咩事啊？分享一下先，分享一下先。因为咧，如果识小玲嘅，应该都知道佢Facebook 个名咧。是不是那次啊？應該是啦，你識啊？因為佢 Facebook 個名就叫做有少少核突啦，但係係佢個 Facebook 名叫安全套嘅，即係係啦，係 CONDOM， 係嗰個安全套啦。咁跟住嗰陣時我哋致戒嘅時候，大家都好正經啦。跟住佢就笑住咁樣話 ：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春露中咪嘅氹氹咁樣。咩？哦，唔係英文都好啲嘅嚇。其實主持人啊，有人酸你喎，好似。有佢啦，有佢啦。跟住咧，之后咧，台下咧，有人喺度讲话安全套咁样。因为其实嗰阵我纠结咗好耐，我应该要讲中文定系英文好。但系我谂咗一谂之后，发现其实讲中文好似太不雅，公众场所。跟住，我觉得英文定中文都好不雅。嗯，我觉得冇乜所谓。跟住就。其实那一次是因为我应承了人一定要这样讲，所以我才这样讲。谁？连我都不知道。今天没来到的。今天没来到。今天怕你说出来之后走路。我不理。
今日換去。原來你背咗我哋咁多嘢。有有，其實我有同你講過咯，你哋唔記得啫嘛。隱瞞我哋。我係之後先知咯。真㗎你啊？係。其實我一直都唔知嘅。你唔記得咋？你啲記性咁樣。咦？依樣直接叫安全套。应该是，因为我都见过。真的？你隔篱嗰位踢你嘅，唔系嗰边。啊，我，哦，嗨，好姐妹。吓？吓？吓？扮无辜啊，开始。好笑，佢 Facebook 名安全套，其實本身佢之前 Facebook 名唔係安全套，我認識佢嗰陣時唔係啦，係佢全名嚟嘅。跟住佢嗰一日一翻到屋企開 Facebook 嘅時候，就見到佢第一個 po 係：哎呀，明明想改啲好 MK 嘅名，但係唔小心改咗做安全套咁樣。之後嘅日子就變咗做安全套啦。原來係咁。點解無啦啦有人會講飲酒嘅？咩啊？大把酒，唔使理佢，即系唔使理佢。加冰成班都未成年，你叫人饮酒，你咪傻噶？个个都好后生噶。求 Facebook 名啊！我成年噶。咦，一个。Facebook 名咩？Facebook 名安全套。安全套系安全套。安全套，知道咩系安全套，咁你就知道佢 Facebook 名系咩。我惊今晚突然间有好多人加你，我点算？同埋安全套呢个名应该唔会撞名咯，一 search 到。一 search 我之前 search 过咯，其实全部都系广告啊或者其他 page 杜蕾斯，某个 DC 流嘅广告啊，系啊，某个香港品牌嘅广告啊嗰啲啊，好多，但系真系冇人，真系个 FB 名系用呢一个噶咯。OK， 你会唔会迟啲再改翻名噶？暂时冇咁嘅谂法，因为我觉得我个名字真系好易认。咁又系真系好易认，俾我今晚都会揾下先，不得了。OK， 哇，咁大家准备喺之后，譬如听日啦，唔系后日啦，听日后日，后日啦，后日系呢个 CWT，会唔会上台佢哋？哦 ，CWT 今次冇舞台表演。哦，今次冇舞台表演。其实 CWT 已经好多年冇舞台表演啦，据我所知。嗯。我记得系咯，印象中。唔介意大家嚟捕捉呢、這个，系唔介意大家嚟捕捉呢个野山嘅 cosplay 系啊，因为野山嘅 cosplay 系咯，系我哋有几多人，有几多成员会出 cos 嘅举举手？全世界真系。系啊，礼拜日啊，今日礼拜日啊。不去，不去喎。起碼可以捕捉一下我同野生嘅安全套。野生安全套點樣捉先？係野生嘅小玲咯，因為我哋嗰日應該，照道理嚟講，我哋嗰日應該係一齊出嘅。對唔住，我哋多啲留意主持啊。唔好啊！我會俾人打噶，知唔知啊？千祈唔好咁做啊！上次已經俾人打噶啦。單眼。咁我哋多啲留意個主持咯，而家。唔好。我望住你。唔好，唔好望住我。好大話，好大話。喂，講另外一樣嘢啊！咁你哋會唔會平時一齊去出 cos 噶？佢哋會，班細嘅會。班細嘅會。你哋呢班細嘅會。你哋呢班細點解點解要講到講到你好老咁樣啫？你頭先先話你自己好後生啫，啱啱先講完自己好後生。啱啱先講完，我哋成班都好後生嘅。你哋呢班後生會咁樣，即係其實係因為咧，我哋成日都約唔齊嘅時間一齊去，同埋、一齊出咯。同埋我哋嗰啲坑唔同，除咗 Love Live 之外，都少啲。你哋除咗出 Love Live 之後，香港人都好忙。你哋除咗 Love Live 之後，會唔會出其他嘢㗎？每個人說我的話，我團入面最多同坑的應該是你咯，是咯，跟小玲最多同坑咯。我跟她出很多都是男 idol 的角色的咯。咦，都是關於idol 類的東西。歌詞王子殿下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因為很英俊。Okay. 因為很英俊。少女心腸。那是的，我女人都喜歡英俊。現在這幾年好像都是出了三套，是不是？三套定三輯關於男 idol 嘅動漫咁樣，唔止啊，應該多，但係真係有人留意嘅。啊，好啦，唔好意思，對唔住小玲，真係有人留意嘅，應該係《歌之王子殿下》啦，都係比較多人留意。但係其實好有啲少人留意，例如 game 嗰啲咧，就例如合奏明星啦、Idolist Seven 啦嗰啲，都其實。都唔係話特別紅，但係都有人留意，幾好諗。
哇，系、欸、我咯，都涉猎咗，唔系啲点讲咧，连 game 界嘅 idol 都涉猎埋噶咯，真系中真系中意。Tokyo 派喎又啊啊地哦，玲子原来你得啦，冇嘢，我呢啲慢慢先同你讲啊。咁啊，其他人咧，其他人会出埋其他咩 character 咁样会出？原来呢个是天意外嚟嘅。我话例如 A P H 啦 ，A P H 国家艺人，而家揾紧同乡啊，系，就系咯，就 A P H 啊，杨炎 Project 应该有人听过，系咯，就暂时大坑系呢几个啦，我其他就、yeah. 啊，仲有蛋丸。嗯，一蛋丸啱啦，蛋丸又新一輯啦。系啊，呢個未來同埋絕望篇之後完咗之後，唔係其實已經完咗。好似下個星期出未希望片同埋出 V 三啊，即係新 V 三啊 ，V 三啊。下個星期出啊？唔係出緊啦咩？放心啦，下個星期出準備啦。但远几？唔系啊，动画都会出啊，唔系咩？动画咪出咗咩？几啊？零主人公系赤川。哇！蛋唔知总之外母派嘅女主角，外母派嘅，即系平时都系男啊嘛，应该系你咁样睇嘅友谊系你啊？哦，系，多谢。系咯，就暂时。呢啲，嗯 ，OK， 蛋丸都其實好大路，佢又越嚟越出越多啦。係喎，楊炎，你哋有冇揾到個190出嚟？哇 ，out date 啊！其實咧，喺呢個師兄入面係遇過一個190嘅，係啦。雖然我都識兩個190。我190 cm 啊，啊，著埋高踭鞋都係180啫，都係差唔多190。有 cm 啊？有 cm 咪190咯你。CM 190啊，20cm 啊，增高鞋。20cm 增高鞋。有啊。哦，我知啊。高，有人着。40cm 嘅高踭鞋。我哋呢度身高差距大。40cm。哇。唔系苗木过妹啊，嗰个系绝对绝望少女啊嘛，但系之后会出系另外一边嘅。另外一邊嘅新故事咁樣咯，嗯、就唔關，好似同而家本來出咗嗰啲角色好似冇咩特別關係。係 game 嗰邊嘅角色嚟嘅。係，好似冇特別關係。嗯，好期待。因為始終彈丸呢套嘢啦，由 game 同埋動畫係點講咧，可以叫做分開咗兩條路嚟走。當然有少少連貫性嘅有啲嘢，但係大路上嚟講都係分開嚟走，所以。包括人設上都是兩樣嘢嘅，好多時都是咁樣啦。其實我不是很熟蛋丸嘅啫，我只係睇咗第一輯動畫，就咁樣啦，係啦。同我一樣。蕭父咧，你講下你自己。講咩啊？出過啲咩 course 咯？我出過。呢個。我多數出呢、這個。我好似就係見過佢出呢、這個同埋 Cotoli 啫。我都見過，同埋境界的秘方。哦，咦，境界的秘方，原來有㗎，原來佢有出過，我試過裝添過，我係咪太唔留意小夫？係，原來有個空氣人喺個群裏面嘅，點算啊？叫運仔一起學。我唔熟啊，玲子，呢啲唔好問我，但願我真係唔熟。但願我玩完 game 睇完之後，我都係唔明佢講緊啲咩嘅。绝望同希望，我系唔知佢讲紧啲咩嘅，真系，但我纯粹系觉得黑白熊真系好得意。嗯，呢个系，好多人都系为咗只黑白熊而去睇。跟住我哋打断咗小夫，继续啦你。我出咗好少咋。或者你讲下你未来会想出啲乜？系咯，你哋。我想出我卡住啦。好矮啊！我出唔到啲乜？咦？五边喎？同矮冇关系，冇关系噶。你唔系话要 Ruby 咩 ？Ruby 好矮啊！我都系谂唔紧要，唔紧要。就 Ruby 冇咯，咋？水豚。
我同你 CP 噶嘛，系咪先？好。好朋友，好朋友嚟。嫁俾我。好啊，好啊。咦，等阵，唔做咩到示爱啊？喂。系小富嘅 cosling 喺我哋之中应该系算最短嗰个。系咩？系啊，一年到啫嘛，系嘛？我都系喎。一年半到。好似少过佢。小郑几耐啊？人哋俾杯酒我大家嘅 cosplay 年资大约系几多度啊？哇！我其实好耐咯，但我中间因为停过，系我 total 嘅话，其实有五至六年。嗯，系啦。唉，好老啊！放心啦，放心，我唔会问你几时开始嘅，一定唔会问呢啲嘢。有五至六年，但系我中间停咗两至三年，同埋早期出得好疏，唔系成日出，即系仲系学生时代嘅时候，冇而家咁密。你系咪讲咁多嘢俾人哋计数嘅啫？你而家都系学生时代，永远都系学生时代。其实大家计。即出了五年，中间再停了三年，即是因为即系跟住之后中间再加多几年，即系唔系 total 五年，中间停过三年，因为学业问题。系咁，我一开始出了一年之后，就因为学业问题停了三年，跟住到之前先至再继续。其实唔系，好似我好乱喎。我困咯，我舊團都唔止啦，我舊嗰個舞團，其實計錯咗啊，好亂啊！我啲時間線，自己知道好噶啦，唔好俾其他人知道。總之，total 五至六年中間係停過三年到啦，咁即係實質上係兩年唔啱啊！我舊團都唔好心急，唔好再心急，再心急咧暴露年齡噶啦。我哋繼續聽日，我再計爆你。你邊知啊？其實我出咗就嚟三年啦，都冇乜人氣。大家好自卑喎、啊！我好明啊，我出咗五年都冇乜人氣啊。我 Facebook 運作咗五至六年，唉，啲 like 嚟嚟去都係得嗰幾個。放心啦，我出咗十幾年我都係，我都係點解冇人理我嘅？因為你係男。啊！呢個係對唔住啊！香港就係咁唔公平噶。嗯。世界系咁邪恶，你隔篱你出咗几耐？我又要数下先。大家一齐计数。啊，唔系，我两年，然之后中间因为我懒停咗一年，所以其实如果实质上真系话我真系有出过 course 嘅日子，应该一年都唔够。喂，因为我真系好懒，而且比较成熟。咦，如果因为一个懒嘅人会影响你哋走去排舞啊、练舞咁样？呢个问题真系问得非常之好，即系咧，我好乐意会解答你嘅问题。我非常之不乐意解答你嘅问题。对唔住啦，其实你头先问咗啲咩？算啦，当我冇问过啦。Next， 有问嘢咩？冇啊冇啊，继续。继续。嗌得佢哋呢班妹妹咁，梗系有道理噶啦。大家自己谂下。讲呢啲，不得了啊！我嘅话应该就港大正式四年咯。吓，四年？啊 ，course 年。你几岁啊？四年咯，系啊 ，course 年嗰个系咯。唔係，因為呢個係新加入嘅成員，所以我對佢唔係好熟悉。係四年咯，就但我之前已經識佢噶啦。講呢啲，我哋已經好融合。但係佢唔識我啲。咩啊？我識你啊，但係我唔夠膽加你。我認真，因為唔熟。啊，唔係超夢夢係咪？唔係超夢夢啊！千夢啊！係千夢。超夢。千夢。千夢。一千个千，系啊！观众中意嗌你做超梦，唔好啦，唔系咁好噶，即刻改名我先。跟我读超梦，唔要。你谂下，好过小玲嘅安全套啦。诶，今日系好似，至少我气有够你好多。小静啊，小富啊，咁样好正常。七仔发卖中，救命 ！K 都有噶，各大便利店贩卖中。O K。
大概應該係咯，就四年。哇！暫時未停過。Ari project， 哇！真係咩得㗎？你哋唔會識㗎。我識啊，好似我之前好似好耐啦。我有聽過。想多啲。想多想嚟多啲 Jap Hong Kong， 咁當然都要 Jap Hong Kong 嘅咁多位係啦，中意我哋先啦。OK， 我得閒會請你哋上嚟吹水噶咯。多謝多謝多謝主持人。OK， 對唔住啊，對唔住啊，唔好再遲到啦，因為我哋搭過站啊。唔好再遲到啦。又好似一啲。咁仲好多人攞攞住把刀咁樣，你哋再遲到殺咗你哋咁樣嗰啲。我預緊預早多時間出嚟啊！唔緊要，唔緊要，我唔緊要，我用身材誘惑你，我遲到係冇問題嘅，冇問題嘅，冇問題嘅。你學我哋啲觀眾點算啊？我冇嘢誘惑㗎，係啊，冇身材。早兩個鐘出嚟就唔會遲到㗎啦。其实你自己都不是很准时嘛因为我五点三才放学啊。哦，咁你又话你早放？我要补课啊！冇嘢啦，咁我哋继续正题啦，我哋继续正题啦，唔使理佢。我就因为工作关系，成日都起唔到身去练舞。嗯，系因为收嘢，基本上朝头早先瞓觉，大家起身嘅时候我就瞓觉。咁咪开晏昼练舞咯，都起身好难。都已經晏晝練了是、啊嗯、我是負責吵醒他的歌嚟嘅。我次次到咗嘅時候，一個人都冇，好冷清啊！我咩講下上次的自助餐經歷。上次我哋由 Ideal Song 嗰邊有表演啦，跟住之後嗰次小靜喺四座啊，係四座。小靜未執。執過喎，執咗啦，唔好意思啊各位。跟住誒，總之就係以前 Ideal Song 嗰邊有表演啦。跟住嗰陣時，我哋叫靜姐起身，跟住靜姐仲係迷迷糊糊咁樣。我食緊我自助餐，跟住我仲諗咗好耐嚇，就嚟表演咯，你仲食自助餐咁樣咯？哦，因為咧五點，我哋幾點開始表演啊？七點咁計埋化妝啲嘢。五點半起身其實已經算晏㗎啦，咁樣你仲要化妝，仲要換衫，仲要戴假髮咁樣。仲要食埋自助餐。咁咧唔係，咁我哋嘅安全套咧就打嚟五點半就準時打嚟。你知唔知我打過去嘅時候，佢同我講咩？佢話我啱啱仲食緊我個芒果沙冰。咦？係喺夢入面，因為咧我咁啱發緊夢咧，去咗食自助餐，同埋食我最中意，唔係我好中意食芒果㗎。咁啊喺度飲緊我杯芒果沙冰同埋芒果汁，係啦，唔知點解又有兩杯啦。咁喺度食緊自助餐，仲好開心嘅，喺度食緊嘅時候電話響。家庭，但我唔嗌醒佢，我哋唔使表演噶。系，等先，系我哋嚟多次我哋个手势啊！一二三，大家我哋 Cosmos， C O S M O S， 系啦 ，Cosmos。如果要喺 FB search 嘅话咧，就系 HK Cosplay Team。Cosmos 系啦，以下网址喺呢度咁样。冇加后期制作啊，对唔住啊，完全唔会加后期制作咯 ，sorry， 系直情 sorry。系咪呢个我知嘅？啊 ，OK， 对唔住，搞个 get 啫。OK， 好啦，咁未来啊，你哋会喺最近啊，最近嘅 event 你会边度出啊？最近系咪中大10月15日星期六嚟嘅？咁喺中文大學舉行嘅咩事啊？你捉蚊定係捉？我唔會篤爆你啊！係啦，咁喺中文大學嘅同人活動，嗯，係 C O M O S C O S M O S， 唔係 com 啊，唔係 com 啊，我自己串錯咗自己團個名啊！誒，點解有人會知道我叫小靜嘅？因為你有字界咯。佢唔係一開始就喺度噶嘛，可能而家先留言噶嘛。啊，其實有好多潛水艇咧，慢慢食住條片喺度睇住你哋。食住條片，多謝多謝。食住條片，係啦。咁中大就會有表演，表演中大有表演啦，因為我係咁噶啦，算啦。開始自卑啦，點算咧？唔係，我有飯餐問。OK。我知啊，你講咗我哋四點開始。
中大四點鐘，四我哋四點開始。啊，係啊，中大咧表演之前咧已經可以訓練體力噶啦。大家知唔知中大喺山上面嘅？我知啊，諗住由下面跑上山嘅會場。我去過啊，斜路啊，行樓梯啊。俾我就搭巴士上去啦。冇。冇，你去到大學站就行山噶。我識行過去，我去過。我記得，我記得有電梯嘅。睇你去邊個？身體好。campus 啦，我身體好差。都係，不如我哋搭的士過去啦。係咯，不如我哋搭的士。你冇得搭的士上去中文大學呢樣嘢。我哋踩單車啊。的士啊，的士好似入唔到去喎，的士。係啊，唔得㗎。係啊，的士入唔到去。一定係要行山嘅，行斜路。佢裡面唔係有校園巴士嘅咩？有啊。你都要行咗个斜路上到去先噶，同埋个校园巴士咧，大家有学生证咩？我唔系，系咪中大學生？我伪造一张，唔系中大学生唔得。死啦！点解我以前好似成日搭上去私影咁嘅？咦？咦？咦？你以前读边间大学噶、啊？我对唔住，我中山毕业啦。我咪中大咧，都下昼。到你知唔知咧？中大咧？下午三點開始咧，會喺上面嗰度有個好好食嘅檸檬塔開始售賣，係啊，五蚊個就我食過啦，真係超好食。你知唔知我對？因為人哋話我知。我對上一次去中大已經唔知講緊三年前、四年前。唔好咁啦，又爆自己啦。我仲記得嗰陣時咧，因為要揾人啊，好忙，係咁揾人。咁我著住對三寸嘅高踭鞋，係着生鞋咁跑上跑落跑上跑落。中大嗰度有個白色教堂噶嘛，係，跟住喺嗰個位咧跑上跑落跑上跑落跑上跑落。三寸啫，習慣咗。你哋跑慣㗎啦，各位 lady。佢哋唔跑慣，喐腿。佢哋唔跑慣嘅，跑鞋都唔跑嘅。我有時做乜事？我有時會著高踭鞋去練舞嘅，得我一個咯。係，但係佢哋係一定係著。波鞋咯，或者平底鞋。我唔著鞋㗎。呢個非常之 dirty。因為我對鞋咧，我自己對鞋，我冇咩錢窮啦，冇咩錢買鞋啦，跟住鞋真係冇咩錢買鞋，我啲鞋都係。我啲鞋都系旧鞋，跟住咧永远都系质内增高嗰啲，劲高啦！我今日呢对都系啦，内增高劲高嗰啲，跟住咧每次跳深舞都好辛苦啦，跳到一半咧我就会除咗对鞋啦。哦，即系内增高鞋，即系呃人噶啦。其实佢今日都系着内增高鞋过嚟噶咯，跟住佢头先过嚟嘅时候，佢仲话我着内增高鞋啊，点跑啊？你啲口水飞咗上去，有咩？串领冇啊。OK， 拿翻佢咯，系啊，唔紧要啦，我哋冇病嘅，系我哋好安全， okay. 安全套嘛，因为有安全套喺度，所以好安全。我哋嘅团宠，守护神嚟咋，不得了。但系最唔健康嗰个嚟，点解唔健康法？你唔知噶？唔知啊，诶，小静，我完全明白着高踭鞋痛。我已经习惯咗着高踭鞋嘅、哎，又有嘢入到我讲啦。因为翻工咩叫内增高鞋？内增高除咩鞋？咦？系唔系咁样？真系你咩都话睇到你。我除啦，不如你除对鞋出嚟俾人望。唔紧要，好易着翻咁样咯。跟住呢度入边系增高咁样咯，类似高踭鞋咁样嘅。咁其实个高筒系攞嚟压人嘅。系，冇错，冇错啦。OK。我直接咗啊！同埋你哋仲记唔记得咧？唔知之前你睇过吓死我咩 ？Arise 条片咧啊？唔系校服嗰套喎、啊，师德个，哎呀，你哋有冇见过？啊，好似唔系你哋，好似系子月啊，咁好似系子月个哋冇。咁唔係你哋，因為之前試過著三寸嘅高踭鞋上台表演啦，都係師德嘅台嘅。新家，新家，咁就好似仲難做過放假。係咩？點解嘅？因為你哋太斯文。玩啲咩啊？主持。冷静啲，冷静啲，你冷静啲。放假我净系知 Jap Hong Kong 系通常打机直播，咩放假？有睇开我哋噶。唔系，我知系咯。咁我上嚟之前点都要做啲功夫嘅，呢啲尊重礼貌嚟。嗯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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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即刻拉埋个 page。我哋一向都好有礼貌。呢啲正常，即系我觉得事前功夫咯，系啦。OK。
好啦，咁你哋聽講你哋好似未來已經排咗期啊？定係排期嘅咩？定係俾人抽中咗？俾event抽中咗話你哋會上台，一個係港大啦。啊，唔係，係中大。中大啦。10月15日同埋城市大學。城大啦。係啦，都係同人大學 event， 係啦，11月5日都係禮拜六嚟嘅。嗯。城市大學就好易去啦，九龍塘站啫嘛，有冷氣添，係咯。就過去添啦。OK， 咁好近我添啊，兩好近我同小富。咦，你哋兩個住得好近九龍塘。OK， 咁啊，依係咪要連續？我哋大家都好近，因為我哋除咗阿 Lisa 係我山居兒童表示，山居兒童小西灣，元朗，元朗，我住小西灣嘅。柴灣入面，小西灣，嗨，我都成日去。小西灣咁，柴灣嗰邊咪近你咯。係啊。Y 牆嗰邊，如果 Y 牆有邊嘅，你咪近。但係其他就好難得會有 event 喺 Y 牆舉行咯。少咯，少。通常都係你記得好似之後嗰、那個超都即係好似咧跑過。啊，係咯，超時空嗰、那個，同埋上年個都歐啦，今年嗰、那個Idol 乜嘢同人都係同人 event 嚟咯。哦 ，OK， 咁咪好，其實有好多同人 event 都會喺 Y 場嗰邊搞嘅。OK， 你想講咩啊？咩終於放假？留請留到11点就終於放假。因為我哋之後今日最尾嗰個節目就叫做終於放假。咁啊，有好多知識上嘅嘢嘅呢啲，自己慢慢睇啦。OK， 好，咁啊，其實兩個 event 一齊，你哋會唔會跳同樣嘅舞啊？唔會。哇，咁咪要練6只啊？佢哋想同樣嘅舞，我都唔會批准，最多1-2只我要，點一定會有新舞。因為其實咧，如果即係兩個 event 都係同一樣嘅舞咧，好悶啊！Okay. 作為觀眾，你唔會想作為觀眾又悶，啊、作為跳嗰個都悶。不過咧，其實有幾首歌會例外，即係好似之前我哋《CW 跳 Moments Ring》啦，咁嗰首歌反應係唔錯嘅，有好多人都有喺Secret 嗰度講話幾中意我哋跳呢首歌咁樣，所以我哋後尾傾翻都有諗過想跳翻呢首歌咯，不過。Okay.其實都會重複跳的，但是會隔住咯，隔住，係啦，就不會連續性咯。OK， 咁啊，連續兩個 event 就辛苦你哋啦。如果咁嘅話，唔辛苦，好enjoy 噶，我好開心噶。如果我會加油噶，係啦，我自己個人好開心啊，連續3個都冇問題，連續4個都冇問題，我好開心噶。OK， 好啦，咁時間差唔多啦，咁祝你哋港中大係啦係啊，我成日撈亂咗港大同中大 ，sorry， 祝你哋港 ，sorry 啊，我又撈亂咗，祝你哋中大表演成功啦，同埋之後城大都表演成功啦，不過中大我唔去啊，對唔住，我嗰陣時未香港，喺邊啊？唔緊要啦，嚟城大啦。其實我都係啊，我中大冇同，好似有同你哋講，差啲唔喺香港，即刻 book 咗1日機票。差啲唔喺香港。因為 suppose 我15日應該係台灣嘅，係、哦、啦，因為工作關係應該係台灣，跟住知道要表演，跟住即刻改機票咯。真係好，改咗1日。哎呀，家姐為你哋著想啊！多謝。好啦，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就係多謝大家上嚟啦，咁預祝你哋各位嘅表演成功啦，辛苦大家一直咁練舞啦。好啦，咁轉個頭咧就係貓貓佢哋噶咯喎，係咯。好啦，轉咗3分之後，第二個節目見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將要我哋。